这个是 Luang Prabang 的火车站，一个火。哇，你睇几？哇，低腰啊啲水。那些游客在下面看看拍照，我们两个就爬上来啊。他们不敢爬，没那么多力爬，得我们在这里两脚爬上来。哇，哇，有 crab 哦，有那么大个 crab 哦。What the heck？ 有 crab 在这里。等下咪嚟煮你个几条枝啊！哎呦，我冇几多个人爬上嚟啊！系得我哋两条友爬，爬到 waterfall 呢度最高呢边，喺呢度上高流落去啊！这里就是开始 waterfall 的。这个广西 waterfall 就这里开始，啊，这里的水流下去，啊，去了广西，我们来第二个 waterfall， 这个要坐船去看的，好厉害啊，坐船啊，很长的船啊。这个叫 Dutchie Waterfall， 我们买费每个人要15000，两个人30000半，啊，30000 give。30000啊，搭这个船，长的 boat 去 Dutchie Waterfall， 啊，坐在这个 Mekong River， 啊，坐一条船，15000一个人，两个人30000。喂，又落水哦！够力嘅，哎呦！哇，低腰啊啲水，浅嘅喎。你影前边嘛啲水？要坐几耐啊？咪影一前边啊？咪就影边咯。我包一桶船啊，八桶船啊，一桶船啊，我包咗。好似系嗰个 waterfall， 到咗喺度。啊，呢个 Dutchie waterfall 啦喺度。哇，这个 Dutchie waterfall 很厉害哦，你看它的水。就冲去刚才我们那个马贡迪吧，你看那水几多，几大水，几大水来，哎呦！真的很大，这个不是高的，这个是一层一层的，这不是高的，我的不，这个低的，不过很多水。哇！你睇几犀利啊！啲水，而家再加上落水冲嗰啲水，几大水，几大力，几厉害那个水，再加上下雨，现在，哇！即系如果冇落水啊，你个水好清啊，靓啊！而家落水啊，就是下雨，它的水变黄了啊。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就很美的。这里很多摊可以吃东西的。看它的水满到这里呀、啊。
在这里有一间 Wat， 这个我们去第一个聊过的 Wat， 拉乌斯的 Wat， 去了很多很多泰国的 Wat， 这个是拉乌斯的 Wat。这个是浪巴邦的火车站，一个火车头，浪巴邦应该是中国帮他起的，一个湖大干，很大这个火车站，你看对面这云多么美，那山几多山，这里买票就好像跟中国的一样的。7:11:11:08，这边店不过我们去到One Wing 罢了。我们卖了这个火车票去这里 One Wing Luang Prabang One Wing， 120千吉，30块单程，来回60块马币，试试他们的火车。西错下去的个火车，佢话好快嘅，因为驾车会很久，也是弯来弯去，那个路也很危险，所以试试错他的火车，他讲很快，一个钟多就到了，过两钟就会到湾边，就去试下。啊，这个火车头好大间，这个火车头很大，这个排队卖了票，今天11:08。你看它的云多么美，它的山。到了汪峰啊，很快啊，40分钟火车就到了。如果驾车啊，我驾车啊，那个弯来弯去那个路啊，我看要3个多4个钟才到，这里8个字就到了，很快。因为它有穿过山洞嘛，有山洞，很多山洞穿过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Blue Lagoon， 在这个网上啊，租摩托租家来的 ticket， 10000 gib 就是2.5块这样啊。来看这里，你看一个 Blue Lagoon 啊，它有几靓啊，啊。哎，不嘞，不呢度点样嘅？哇，好多鱼喎、哦！哦，有得搞噶，
可以这样跳下去的这里。不过现在下雨啊，早上很冷啊，不敢啊，很敢跳啊。哦，个绳丢好似打针咁样啊，喺树度丢，跌落跌落去。好嘢，好嘢，爽啊！真的很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Blue Lagoon 2，第二个 Blue Lagoon， 啊，也是很美的，看，哇，真的爽啊！Sam，哇！你们看这个什么来的？极爽啊！这牛牛，这个水牛啊！哎呦，真有光啊！呀，这个。真的很爽啊！出来啊，上边有几只啊？啱啱落咗水啊！你睇个云几靓，遮住个山。看下了雨，那个云，白云，接了那个山，还落个水啊，那啲云啊遮个山，哎，几靓啊！呢度系 One Wing，One Wing， 离开罗巴邦有成成百几个 kilometer。好几靓，今日嘅天气好靓啊！我就去试下呢个 hot air balloon 啊，喺呢个 Wang Wing 啊，我们就要试这个热风球。热风球在这里，这里的风景很美。现在我们要看那个太阳下山，做 hot air balloon， air balloon， 哇！你睇太阳，你睇一个风景，冇得顶啊！太阳，你看后面的 view 多么美，鸡蛋，现在准备了，开始吹了。
OK. ว้าวแรงรุ่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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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ร
耳がなんか